欢迎参观诺曼底港城和平纪念馆。距巴黎仅两小时车程的港城和平纪念馆，位于法国诺曼底大区以及该区的美食中心，地处享誉世界的旅游胜地圣米歇尔山、多维尔和基维尼之间。这座向公众开放的现代博物馆，以展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貌为主题。港城和平纪念馆认为，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，就不可能真正的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。从1937年至1945年，在中国有达几千万人遇难。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友好合作馆，港城和平纪念馆为观众呈现了大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展品，如物品、战争车辆及武器、影像、图片等一系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珍贵的原始资料。从2016年起，为了让华人观众朋友们能更好地参观和了解纪念馆，馆方特意配备了中文语音讲解。港城和平纪念馆全体工作成员恭候您的到来，希望我们后会有期。